己乙丑，公元五四五年至丙寅，公元五百四十六年，一共两年。梁武帝大同十一年，乙丑，公元五百四十五年，春季正月，丙申，十七日，东魏派兼任散骑常侍的李奖到梁朝聘问。东魏仪同尔朱文畅和丞相司马仁胄、都督郑仲礼等人。 打算趁正月十五的晚上观看打醋戏的机会，谋反叛乱，杀掉丞相高欢，推奉文畅为主上。事情泄露以后，他们全被处死。文畅是尔朱荣的儿子，他的姐姐原来是敬宗的皇后，现在与郑重里的姐姐大车都是高欢的妾，他们受到高欢的宠爱，所以他们的兄弟都没有受牵连。高欢向孝敬帝上书说。 并州是聚集了众多军需武器的地方，随时都需要妇女工作。请您设置宫室来安置被分配到当地集美的女人，再请陛下那吐玉魂的女子入宫，以便招降吐玉魂国，对他实施怀柔政策定位。丁未二十八日，东魏设置了晋阳宫。二月庚申十一日，东魏孝经帝那吐玉魂可汗的堂妹为妾，封他为荣华。 西魏丞相宇文泰派酒泉的胡安诺陀开始出使突厥，并与之沟通。突厥原本是西方的小国，以阿史那什为姓，世世代,代代居住在金山的南面，为柔然国充当打铁工。到了酋长土门统治时期，突厥才开始强大起来。他多次侵犯西魏西部边疆。安诺陀来到突厥，突厥人都高兴地说：“大国的使者一来。” 我们国家就要兴盛了。三月乙未十六日，东魏丞相高欢到邺都朝拜国主，文武百官在子墨迎候他。高欢握着崔仙的手，慰劳他说：“以前朝廷里不是没有法官，但却没人能举报弹劾。中尉你尽心尽力报效国家，不畏强暴，才使天下四方平安无事。为国家的利益而冲锋陷阵，大有人在。做官做的正派。” 这样的人，我今天才见到。今天的荣华富贵是中尉你自己取得的。我们高欢父子俩没有什么能相报的，于是赏赐给崔仙一匹好马。崔仙连忙叩谢，不料马惊跑起来，高欢便亲自拦住他，拉过马头，把辔头交给崔仙。东魏孝敬帝在华林园设宴，让高欢在朝廷中选择一位正直的官员，向他劝酒。高欢退下一级台阶，跪着说。 只有崔仙可以向您劝酒，同时，请您把我射箭所得赏赐的千段绢帛转赐给他。高城从朝廷上退下之后，对崔仙说：“我尚且对您非常敬畏、羡慕，何况其他人呢？”然而，崔仙内心却很奸诈。当初，西魏高阳王元斌有一个庶出的妹妹玉仪，在元斌家里是个微不足道的人，做了孙腾的歌舞伎，后来孙腾又抛弃了她。 高昆城在路上遇到了他，很喜爱他，便收他为妾，备受高城宠爱，被封为狼邪公主。高城对崔继书说：“崔仙一定会对我直言相见，但是我也有办法对付他。”等到崔仙向他请示事情，高城不再对他和颜悦色。三天之后，崔仙怀里揣着名帖来见高城。高城问：“你何必带着名帖见我？”崔仙胆怯的说。 因为我还没有觐见过公主，高城非常高兴，拉着崔仙的胳膊，把他带入室内与公主相见。事后，崔继书对别人说：“崔仙恨我奸佞，他每次在大将军面前时，都说他的叔父应该被杀掉，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却早已超过我了。”夏季五月甲辰二十六日，东魏大赦天下，西魏的王盟去世。 从晋朝以来，天下文章竞相以辞藻繁复相夸。西魏丞相宇文泰想革除这一不良风气。六月丁巳初十，西魏文帝到太庙祭祖，宇文泰命令大航台杜之尚书领著作苏绰写了一篇大告，宣读给文武大臣们听，劝诫大臣们勤于政事。西魏还下命令，从今以后。 文章都要按照这种方式来写。梁武帝派遣胶州刺史杨讨伐李奔，并让陈霸先担任司马，命令定州刺史萧勃领兵与杨的军队在西江会合。萧勃知道军中将士害怕远征打仗，就花言巧语劝说杨原地停止不前。杨召集各位将领询问计策，陈霸先说：“交趾郡的反叛，其罪责在于宗室，因而使许多州混乱不堪。” 随意捕人杀戮多年，现在定州刺史只想苟且偷安于眼前，还顾不上有什么大的打算。现在您奉皇上之命讨伐有罪之人，应当生死不顾，全力以赴，怎么可以逗留不尽，长敌人志气而灭自己威风呢？于是陈霸先率自己的部队首先出发，杨让陈霸先做先锋。到了胶州，李奔率领三万军队抵抗。 在朱渊被打败，后来又在苏丽江口被打败，李奔逃往嘉宁城，各路军队将他围住。萧伯是萧的儿子，西魏与柔然国投兵可汗密谋联合起兵讨伐东魏，东魏丞相高欢为此事很担心，便派邢台郎中杜弼出使柔然国，替他的长子高澄求婚。投兵可汗对使者说。 高丞相如果为自己娶亲，就可以。高欢犹豫不决，娄妃对他说：“这是国家大事，希望您不要犹豫。”长子高澄与魏景也劝他。高欢于是派遣镇南将军慕容远前往柔然国去定亲，称柔然王的女儿为如如公主。秋季八月，高欢亲自在下馆迎接如如公主。公主来到了东魏，娄妃将自己居住的正室让给如如公主住。 高欢向娄妃跪拜，感谢他。娄妃说：“公主会发现我们的关系，希望你和我断绝来往，不要再来看我。”投兵可汗派他的弟弟突突家前来护送他的女儿，并且作为对东魏的回访。他又告诫公主说：“等到看见外孙之后，你再回来。”公主性格严肃刚毅，终身不肯说汉语。高欢有一次病了，不能前往他的住处，突突家很有怨气。 高欢便立即抱病登车去公主那里。冬季十月，以为遗物梁朝颁下诏书，重新允许有罪的人交钱赎罪。东魏太中书舍人魏谨来梁朝聘问，以为东魏丞相高欢请求释放邙山的战俘，把民间的寡妇许配给他们。十二月，东魏任命侯景为司徒，任命中书令韩轨为司空。戊子十四日。 任命孙腾为陆上书事。西魏在长安城南面建造了一个祭天的圆丘。散骑常侍贺琛向梁武帝启奏了四件事：其一，认为现在北方的东魏已经降服，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、积蓄物资，对他们实行教育训导的时候了；而天下的户口却减少了，关外户口减少的更厉害，郡不堪忍受州的催逼，县不堪忍受郡的搜刮。 千方百计的互相骚扰，只知道横征暴敛，百姓不堪重压，各家纷纷流离失所。这难道不是州郡长官的过错吗？东部地区户口空虚，都是由于国家政令太繁多引起的。即使是偏僻边远的地方，也无所不至。每次来一位使者，所属地区便受到骚扰，那些无能的地方官员就只好拱手听命，让他们渔猎搜刮。 强暴狡诈的地方长官又趁机更加贪婪的剥削，纵然遇到廉洁正直的官员，郡守还要加以阻挠。像这样，朝廷尽管年年降旨要人民恢复生产，多次下令免除赋税，但百姓却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住所。其二，认为当今天下官吏之所以贪婪残暴，确实是由于奢侈糜烂的风俗造成的。当今在喜庆饮酒的日子里。 人们竞相攀比奢华，果品堆积的如同小山，美味佳肴摆在席上，如同美丽的刺绣一样。百两黄金还不够一次酒宴所用的钱。来宾与主人所需要的只是吃饱。没等到走下殿堂，那些食物就当成腐烂发臭的东西抛弃掉。再者，无论什么等级，都蓄养妓女。而当官统治百姓的人得到了巨大的财富，他们离职回家之后。 这些银两也维持不了几年，全都用在操办饮酒歌舞的花销中了。他们所破费的东西像小山一样多，而寻欢作乐只在一时，于是他们更加悔恨以往在做官时向百姓索取的少了。如果能重新做官的话，他们便加倍的攫取、吞噬百姓的财物，这是多么违背道义！啊！其余严耻之事数不胜数，这种习惯渐渐成了风气。 而且日渐滋长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要想使人们恪守廉政清白，怎么能办到呢？真应该严格制定禁止的措施，用节俭来引导人们纠困正虚浮不实的弊端，使其耳目一新。对官吏失去节制的感叹，也是人们自己忧虑的。我正羞愧于不能使大家有这样的认识，所以要勉强去做。如果能以正直清白为前导，足能纠正那些刁残失节的弊病。 其三，认为陛下您忧国忧民，挂念天下，不畏辛劳，以至于各部门都直接向您奏事。但是那些才短时浅、伎量狭小的人，既能靠近您，向您起奏，便想骗得您的信任，争相飞黄腾达，而不顾国家大局，不能心存宽恕，只一味的吹毛求疵、掰鸡粪理过分苛细，以严酷为能干。 把纠举别人过错，并且呵斥驱逐人，看成是自己的任务。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奉公办事，实际上是更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。结果使犯罪者增多，用巧妙办法逃避罪责的人也很多，滋长了弊病，增加了邪恶。实际上就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我真诚的希望能达到公平的效果，革除奸佞小人妄进谗言的邪恶念头，那样。 全国上下就会安定，就没有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了。其四，认为现在天下太平无事，但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，应该马上精简事务，节省掉一些花费，减少了事务，百姓就能休养生息，节省一些开销，国家就可以聚集资财。各机构应该自己对照职责范围，分别检查下属部门，凡是京师的官府、衙门、官邸、市寺以及朝廷仪仗。 武士装备、地方上的屯戍、驿传、地方官衙等，有应该革除的，就要革除它；有应该削减的，就要削减掉它。兴建的工程有不急需的，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，都应该停止减省，以节约开销，让百姓得到休息。因此，储蓄财货是为了能有大的作为，让人民休养生息是为了能让他们服大义。 如果说小事不足以破费多少钱财就任意花费的话，那就终年不会停止了；如果认为小的劳役不会妨碍百姓的话，那就会终年有劳役，百姓没有休息的时候了。像这样，就很难谈到国富民强，并且图谋远大的事业了。贺琛启奏之后，梁武帝勃然大怒，把主书召到面前，口授敕书指责贺琛。大致内容是：我有江山已四十多年。 每天都耳闻目睹许多从公车官署中转来的臣民直言不讳的上书，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同。我常常苦于时间仓促，现在你的奏折更增添了我的糊涂和迷惑不解。你不该把自己和才能低下的软弱之人混同在一起，只是图个虚名，向行路之人炫耀说，我可以向皇帝上书陈述意见。 遗憾的是，朝廷不采纳。为什么不分别明着说？某位刺史横征暴敛，某位太守贪婪残酷，某位尚书、兰台奸诈虚华，渔猎百姓的皇差姓什么叫什么？从谁那里夺取？给了谁？如果你能明白的指出这些，我就能杀掉、罢免他们，再选择好的人才。还有官吏百姓的饮食豪华过度，如果加以严格禁止。 他们在密室里，你又怎么知道呢？倘若挨家挨户搜查，恐怕更增加了对百姓的骚扰。如果你指的是朝廷中生活奢侈，我是没有这种情况的。坤以前饲养的祭祀用的牲畜，很久没有宰杀了。朝廷如有朝会，也只是吃一些蔬菜罢了。如果再削减这些蔬菜，一定会被讥讽为是经蟋帅所讽刺的晋西公那样的人。如果你认为供佛， 是佛奢侈，那些贡品都是园子里的东西。把一种瓜改为几十个品种，把一种菜做成几十种味道，只因为变着花样做，才有了许多菜肴。对事物又有什么损害呢？我如果不是宫宴，从不吃国家的酒食，已有很多年了。甚至宫中的人也不吃国家的粮食。凡是营造的建筑，都与财官和国将无关，都是用钱雇人来完成的。 官员们有勇敢的，也有胆怯的，有贪婪的，也有廉政的。也不是朝廷为他们增添了羽翼。你认为朝廷是有错误的，于是就自以为是。你应该想一想导致错误的原因。你说应该以节俭引导百姓。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房事，至于居住，不过只有能放下一张床的地方。宫中没有雕梁画柱。我平生不爱饮酒，不喜好声色。 因此，朝廷中设宴不曾演奏过乐曲，这些都是诸位贤臣们所看到的。我三更便起，治理国家大事、处理政务的时间依据国家事务的多少来定。事务不多时，中午之前就能把它们处理完；事务繁忙时，太阳偏西时才能吃饭。常常每天只吃一顿饭，既像在过白天，又像在过黑夜。往日，我的腰和腹超过了十围。 现在瘦的才只有二尺多点，我以前围的腰带还保存着，不是乱说。这是为了谁工作？是为了拯救万民的缘故。你又说官员们没有不凡事都向您禀奏的，一些人用尽伎俩想升官。要是从今不让外人奏报事情，那么谁来担负这个责任呢？委托管理国事的专人怎么能够得到呢？古人说，只听一方面的话，就会出现奸佞小人。 专任一人必定要出祸乱。贤二是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了赵高，元后把一切托付给了王莽，结果赵高指鹿为马，颠倒是非，又怎么能效法他们呢？你说吹毛求疵又是指谁？掰箕分离又是指哪件事？官府衙门官邸是四等等，哪个应该革除？哪些该削减？哪些地方兴建的工程不及？ 哪些征收的赋税可以迟缓？你要分别举出具体事实，详细启奏给我听。用什么办法使国家富裕，军队强大？应该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，减除劳役？这些都该具体的列出。如果不具体的一一列出，那你就是蒙蔽欺骗朝廷。朕正,正在准备侧耳细听，你按上述要求重新奏报，届时自当认真阅读。 并把你的高见批转给尚书省，正式向全国颁布。只希望除旧布新的善政美德能因此而出现在今世。贺琛只是向梁武帝谢了罪，不敢再说什么。梁武帝为人狠守孝道，待人慈悲，彬彬有礼，生活又节俭。他博学多才，善写文章，对阴阳、卜筮、骑射、声律、草、围棋无所不精。他对国家事务很勤勉。 冬天四更一过，他就起来工作。由于天气严寒，握笔的手都粗糙的裂口子了。自从天监年间信仰释迦牟尼的佛教以来，长期斋戒吃素食，不再吃鱼肉，每天只吃一顿饭，也只不过是些菜羹、粗米饭罢了。有时遇到事物繁多，太阳一过头顶了，就漱一漱口，算吃过饭了。他身穿布衣，用的是木棉织的黑色帐子。 一顶帽子戴三年，被子盖二年才换一床。后宫里贵妃以下不穿拖地的衣裙。他生性不喝酒，如果不是在宗庙举行祭祀，或是办大宴席，以及进行其他的拜佛等活动，就不奏乐。尽管他居住在幽暗的房子中，却一直衣冠楚楚，坐在宫中便座上，在酷暑的日子里也没有袒胸露怀。对待宫中太监小臣，像对待尊贵的宾客一样。 但是，宽待士大夫太过分，牧首大多渔猎百姓，皇帝的使臣又干扰郡县。梁武帝本人又爱亲近任用奸诈的小人，很失之于苛刻挑剔。他还兴建了许多塔和庙，使公家和私人都破费损耗。江南一带长期安定，形成了生活奢侈的风俗，所以贺琛在奏折中提到了此事。武帝不喜欢他触及事实，所以大为恼怒。 陈司马光曰：“梁武帝不得善终是应该的。国君之所以在听取意见、接纳进谏方面出现过失，就是因为只注意了琐碎细小的事情，而没有雄才大略。大臣进谏时所犯的毛病也在于繁琐。因此，贤明的君主要抓住最主要的问题，以驾驭万事的根本；忠心的大臣要陈述大的方针政策，来劝阻君主想的不对的地方。” 所以，作为君主，不需亲自动手操劳，就能取得大的功效；作为大臣，说的简明扼要，便收到很大的效益。纵观贺琛的进谏，可以说还未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，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，袒护自己的短处，夸耀自己的长处，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，追问徭役过重、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，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。 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。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，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，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。韦君知道他已具备，再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。对于大臣的规劝，认为全部值得去听取。像这样，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、直率、激烈的话，谁还敢去对他说呢？因此。 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，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也不知道，声名受辱，自身危亡，国家颠覆，祭祀断绝，被千古人怜悯讥笑，难道不很悲哀吗？梁武帝真心崇尚文章礼乐，对刑法则疏远忽视，从公卿大臣以下都不重视审判刑案，奸佞的官吏便擅权弄法，受贿赂的东西多得像市场出售的商品一样。 无辜受害、扩大冤狱的事很多，大约被判二年以上刑罚的人，每年多达五千；判罚劳役的人各自运用技巧服役劳作，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要被套上枷锁。如果有人病了，就暂时为他解开枷锁。这以后，囚徒中有能力行贿的人借此得到优待，没有能力行贿的人就会加剧痛苦。当时，王公贵族的子弟大多骄奢淫逸，不遵守法规。 武帝年纪已老，满足于处理日常的各种事务，又专心研究佛教戒律。每次裁决了重大罪犯，就一天不高兴。有人密谋反叛朝廷，事情被发觉后，他也哭泣悲伤一番，并且原谅了这个人。由于这样，王公贵族们更加专横。有人在都城街道于光天化日之下把人杀死，有人在夜晚时分公开抢劫有罪在身的逃命之人。 藏在王侯家中，有关官吏不敢前去搜捕。梁武帝深深知道这些弊端，由于沉迷于慈悲仁爱，也不能禁止这些现象。西魏东阳王元荣任瓜州刺史，与他的女婿邓彦一同前往瓜州。元荣死后，瓜州最有威望的大姓人家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做刺史。邓彦于是杀掉了元康，篡夺了这个职位。 西魏无力讨伐他，便任命邓燕为瓜州刺史，但多次征召他，他都不来，又与南面的吐谷混勾结。西魏丞相宇文泰因为离瓜州路途遥远，很难兴师动众的讨伐他，便想用智谋征服邓燕。他派给事黄门侍郎申辉担任河西大使，密令申辉算计邓燕。申辉带领五十名骑兵前往瓜州。 来到了瓜州后，就住在宾馆里了。邓燕见申辉没带什么随从，没有怀疑他。申辉派人暗中劝说邓燕归顺朝廷，邓燕不听从劝告。申辉又派人表示赞成邓燕留在瓜州的计策。邓燕听信了这些话，于是坤来到申辉住的宾馆。申辉事先已与瓜州的主簿敦煌人令狐整等密谋策划好了，在座位上捉住了邓燕。 把他捆绑了起来，接着就宣读诏书，安抚百姓和官吏，并且说大批人马随后就要来到瓜州城里，没有敢乱动的。于是申辉便把邓燕押送到了长安。宇文泰任命申辉为都官尚书。中大同元年丙寅，公元五百四十六年春季正月癸丑初十，杨等人攻克了嘉宁城，李奔逃奔新昌的辽人地区。 各路人马便停留在江口。二月，西魏任命益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，前任刺史宇文仲和依然占据着凉州，不接受新刺史的取代。瓜州人张宝也杀掉了瓜州刺史程庆，来与宇文仲和呼应。晋昌郡人吕兴杀掉了太守郭汜，以此来响应张宝。丞相宇文泰派遣太子太保独孤信。 开府仪同三司仪封和史宁一同讨伐叛逆。三月乙己初三，梁朝大赦天下。庚戌初八，梁武帝临幸同泰寺，就住在寺里的临时官署中讲读《三慧经》。夏季四月丙戌十四日，梁武帝讲经结束，实行大赦，改换年号。这天夜里，同泰寺的塔起火，梁武帝说这是魔鬼造成的。 应该大规模的做一些佛事活动，文武大臣们都说好。于是梁武帝下诏说，道高魔圣，行善发生障碍，应该大兴土木，建造规模要超过以往。于是便开始起造一座高十二层的佛塔。将要建成之时，正赶上侯景叛乱，便中止修建了。西魏使宁慰问安抚梁州的百姓和官吏，全州吏民都归顺了他。 唯有宇文仲和占据着凉州城不肯投降。五月，独孤信派遣将领们在夜晚攻打城的东北角，自己统帅壮士袭击城的西南角。黎明时分，攻克了凉州城，擒获了宇文仲和。当初，张宝想要杀掉瓜州主簿令狐整，因令狐整还有声望，杀掉他会失去民心，所以张宝尽管表面上尊敬令狐整，但在内心却非常记恨他。 令狐整假装亲近依附于张宝，便派人劝张宝说：“现在独孤信的军队正在渐渐逼近凉州，凉州的形势孤立无援，十分危险，恐怕不能抵挡住独孤信的军队。应该赶快分派一些精锐部队援救凉州。但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在于将领的能力。令狐整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，如果派他率领军队前往凉州，” 没有不成的事。张宝采纳了令狐整的建议，令狐整带领军队行军到了玉门，他召集起英雄豪杰，立述张宝的罪状，带领骑兵返回瓜州袭击张宝。他先攻克了晋昌，斩除了吕兴，然后攻打瓜州。当地人平素都信服令狐整，因此都叛离张宝，向令狐整投降。张宝逃亡吐玉浑。 大家商议后，一致推举令狐整担任瓜州刺史。令狐整对大家说：“我们英坤为张保叛逆作战，恐怕使全瓜州人都陷入了不义的境地，所以才共同讨伐他。今天我又被大家推举为瓜州刺史，这是明知错误而加以仿效，会罪上加罪啊！”于是，他便推举西魏派来出使波斯的张道义暂且主持瓜州的日常事务。 并将情况上报朝廷。西魏丞相宇文泰让申辉担任瓜州刺史，赵令胡整担任寿昌太守，加封为相武男。令胡整率领他的宗族、同乡共三千多人进京入朝，跟随宇文泰征讨叛,叛逆。他逐步升官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又加官侍中。六月庚子二十九日。 东魏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和大行台。秋季七月壬寅初一，东魏派散骑常侍袁阔来到梁朝聘问。甲子二十三日，梁武帝颁布诏书：罪犯如果不犯有大逆不道的罪行，他的父母以及祖父母不被连坐。再次以前，长江之南只有建康及三吴、荆州、颍州、江州、襄州、凉州。 益州等地使用货币，其他的州和郡杂用谷物或帛等实物交换。交广两地专门使用金银作为货币。梁武帝自己铸造了五铢钱和女钱，让这两种货币一起在市场流通，并且禁止使用各种古代货币。普通年间又铸造了铁钱，从此民间私下里铸造货币的人很多，造成物价沸腾猛涨。 做买卖的人竟至于用车来拉钱，而不再逐个算计。还有，从破陵往东，每八十文折合一百文，人们称它为东钱；江州、颍州以西，每七十文折合一百文，被称为西钱；健康地区每九十文折合一百文，被称为长钱。丙寅二十五日，梁武帝颁布诏书说：“朝四暮三，众侯便都高兴。名称不同，而实际意思一样。” 但喜怒却不同。近来我听说外界大多用九墨钱，这样钱减少了，那么物价就会昂贵；钱充足了，物价就会低贱。并不是东西本身有贵有贱，而是人们的思想颠来倒去。说到边远地区，那里货币混乱的状况更是一天比一天厉害，这只能扰乱国家的制度，不会使百姓的财富增多。从今以后，应该在全国通用足墨钱。 颁布命令的文书发出以后，以一百天为期限，在百日之外，如果还有人违反这一制度，就要服三年劳役。男子被罚到边远地区搬运东西，女子要以身抵押服劳役。诏书颁布下去之后，百姓却不按这种制度去做，钱末变得更少了。到了末年，竟以三十五文算作一百文了。梁武帝年事已高，他的儿子们彼此互不相扶。 少陵王萧纶任丹阳尹，湘东王萧绎任江州刺史，武陵王萧纪任益州刺史，他们的权力都跟皇帝一般。太子萧纲很记恨他们，常常挑选一些精锐军队来保卫东宫。八月，梁武帝任命萧纶担任南徐州刺史。东魏丞相高欢前往邺城，他的儿子高澄将洛阳五十二块刻有石经的石碑迁到了邺城。 西魏调并州刺史王思政担任荆州刺史，并让他从诸将中推举一位可以代替自己镇守并州州治玉璧的将领。王思政推举了晋州刺史韦孝宽，丞相宇文泰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东魏丞相高欢率领萧山以东的全部兵马，将要讨伐西魏。坤癸四二十三日，高欢便带兵从邺城出发，到晋阳与其他将领会师。九月。 到达了玉璧，将玉璧包围起来。他们向西魏的军队挑战，西魏的军队却不出来应战。李奔又率领两万人马从辽人居住区出发，把军队囤集在点彻湖一带。他在那里建造了大量战船，充满了整个点彻湖。进攻李奔的各路军队都害怕他的战船，便停在了点彻湖口，不敢进入湖内。陈霸先对将领们说。 我军出征时间已经很长了，将士们疲惫不堪。况且我孤军无援，进入敌人的心脏地区，如果第一战打不胜的话，怎能指望活着回来？现在我们应该趁着他多次失利，人心没有稳定，而一辽都是些乌合之众，很容易被摧毁消灭。正应当共同出生入死，竭尽全力打败李奔。如果无缘无故地停留在虎口，机会就要失去了。 将领们听完陈霸先的话，都默默无语，没有响应。这天夜里，江水暴涨了七丈高，流到了点彻湖中。陈霸先率领他的军队顺流先进入湖中，众多人马在鼓声中一起呐喊冲杀。李奔的军队被打得惨败，逃进了屈辽洞里。冬季，十月己亥初六，梁朝任命黔东扬州刺史岳阳王萧为雍州刺史。 梁武帝没有选择萧他们几个兄弟，而立太子萧纲作为接班人。他在内心里觉得愧对萧，他对萧的宠爱仅次于对他的其他几个儿子。由于会稽这一地区人口稠密，物产丰富，所以梁武帝让萧他们几个兄弟轮流担任东扬州刺史，用此来安抚他们。萧几兄弟在心里也感到愤愤不平。萧认为，皇帝人已经衰老。 朝廷的政治中有许多毛病，于是他便开始储备物资和财产，屈己下人，礼贤下士，在天下招募勇敢善战的人。他身边的人已达到几千人。因为襄阳的地理优势很大，它是梁朝大业的根基。梁武帝就是从襄阳起兵才夺取天下的，所以如果遇到天下大乱，就可以在此图谋大业。于是萧变严格要求自己，抚慰。 顺应百姓与官员们的心理，多次对他们实施恩惠，广泛听取大家的规劝和意见。他所管辖的地区被治理的井井有条。东魏丞相高欢的军队日夜不停的进攻玉璧，西魏的韦孝宽随机应变，坤的抵抗东魏的进攻。玉璧城中没有水源，城中的人要从汾河汲水。高欢于是派人在汾河上游把水掘开，使汾河水远离玉璧城。 他们在一个晚上便完成了这一移粉工程。高欢在玉璧城的南面堆起了一座土山，想利用这座土山攻进城里。玉璧城上原来就有两座城楼，韦孝宽让人把木头绑在楼上接高，让它的高度常常高于东魏堆的土山，以抵御东魏的进攻。高欢见到这种情况，便派人告诉韦孝宽说：“即使你把木头绑在楼上，使楼高到天上。” 我还会凿地洞攻克你。于是高欢便派人掘地，挖了十条地道，又采用术士李业兴的孤虚法，调集人马一齐进攻玉璧城北面。城的北面是山高谷深的非常险要的地方。韦孝宽叫人挖了一条长长的大沟，以此长沟来阻截高欢挖的地道。他挑选了精兵良将驻守在大沟上面，每当有敌人穿过地道来到大沟里。 战士们便都能把他们抓住或杀掉。韦孝宽又叫人在沟的外面堆积了许多木柴，储备了一些火种。一旦地道里有敌人，便把柴草塞入地道，把火种投掷进去，并用皮牌吹火。一经鼓风吹火，地道里的敌人全部被烧得焦头烂额。敌人又用一种坚固的工程战车撞击城墙，战车所到之处，没有不被摧毁撞坏的。 西魏没有一种武器可以抵挡它，韦孝宽便把布匹缝制成一条很大的幔帐，顺着公车撞城的方向张开它，因为布是悬在空中的，公车无法撞坏它。敌军又把松枝和麻杆之类的易燃物品绑在车前的一根长杆上，又在其中灌油，点起火，用来烧毁韦孝宽的幔帐，并且还想烧毁城楼。韦孝宽便让人制造了一种很长的钩。 并把他的刀刃磨得很锋利。等火杆快要到时，用长钩远远地切断它，附着在火杆上的松枝和麻杆便都纷纷坠落。敌人又在玉璧城墙下四面八方挖了二十条地道，并在地道中用木柱支撑地上的城墙，然后放火烧掉这些木柱，于是城墙坍塌了。韦孝宽在城墙坍塌的地方建起一些木栅栏来保卫玉璧城，敌人无法攻进城去。 在城外，东魏攻打玉璧城的方法已经用尽；而在城内，韦孝宽抵御敌人的办法还绰绰有余。他又从高欢手里夺占了那座堆起的土山。高欢不知道怎么办好，就派仓曹参军组劝说韦孝宽：“您独自一个人守卫这座孤城，西面又没有救兵，恐怕最终也不能保全他。为什么不投降呢？”韦孝宽回答他说。 我的城池坚固无比，士兵和粮食都富富有余。进攻的人是白白辛苦，而守城的人却以逸待劳，哪有一个月之内就以需别人援助的？我倒是担心你们这么多人有回不去的危险。我韦孝宽是个关西男子汉，一定不会做投降的将军的。祖佑对城里的人说：“韦孝宽享受着西魏的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，倒还可以这样做。” 但其余的士兵和百姓为什么还要跟他一起赴汤蹈火呢？于是便向城里设去赏悬捉拿韦孝宽所定的报酬数额，上面写道：凡是能斩杀韦孝宽而投降的人，就拜他为太尉，并且加封他为开国郡公，赏赐万匹绢帛。韦孝宽便在他的背面提笔写字，射回城外，上写：能杀掉高欢的人，也能得到同样奖赏。 祖是祖阳的儿子。东魏的军队对玉璧城苦苦攻打了五十天，战死以及病死的士兵总共达到七万人，全都埋在一个大坟墓里。高欢的智谋用尽了，也未攻下玉璧城，又气又急，因此得了疾病。这时有颗流星坠落在高欢的军营中，东魏的士兵们都很惊怕。十一月庚子初一，东魏军队解除了围攻，离开了这里。 原先，高欢曾另外派遣侯景率领军队进兵齐子岭。西魏建州刺史杨正在镇守车厢这个地方。他听到东魏向齐子岭进军的消息之后，害怕东魏侵犯邵郡，就率领骑兵前去抵御东魏军队。侯景听说杨来到，就让人砍了许多树木堆在路上，阻断了六十多里道路，仍惴惴不安，于是便回到了河阳。庚戌十一日。 东魏丞相高欢派遣段韶跟从太原公高阳镇守邺城。辛亥十二日，高欢召长子高澄到沁阳相会。西魏任命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并晋升爵位为建中公。当时人们都认为王思政很能识人。十二月己卯，乙戊，高欢认为此次出征没有取得战绩。 就上书要求解除都督中外诸军的职务，东魏孝静帝同意了他的请求。高欢从玉壁回到东魏之后，他的军中传言说，韦孝宽用定弓弩射杀了丞相高欢。西魏的人听到这一传言后，便颁布命令说，强劲的弩一射，元凶自己就死了。高欢听到了这些话，勉强坐起来召见权贵们，他让胡律金做了一首《敕勒歌》。 高欢自己也跟着乐曲合唱，悲哀之感油然而生，不禁痛哭流涕。西魏大行台杜之尚书司农卿苏绰，秉性忠厚简朴，他常常把消除人民的死丧祸乱当作是自己的责任，每天处理许多国家大事。丞相宇文泰对他推心置腹，非常信任，没有人能离间他们的关系。有时宇文泰外出。 常常预先把一些签上名的空白纸交给苏绰，如果有必须要安排的事，可以根据情况加以处理。等宇文泰回来之后，苏绰告知宇文泰就行了。苏绰常常说，治国之道应该像慈父爱护孩子一样爱护百姓，要像严师训导学生一样训导百姓。他经常与王公大臣们商议国家政务，从白天谈到夜晚，无论国事是大是小。 他都了如指掌，最后积劳成疾而死。宇文泰对他的死深感悲痛和惋惜。他对王公大臣们说：“苏尚书一生廉洁谦让，我想按照他平素的志向办理他的后事，只怕众多利民不理解我的用意。如果对他后加追赠，又违背了我们以往的相知之心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 尚书令史麻瑶越次序先进言说，节俭办理他的后事，便是表彰苏尚书美德的最好办法。宇文泰采纳了麻瑶的意见，用一辆白色丧车载着苏绰的遗体，送回老家武功安葬。宇文泰和大臣们步行护送灵车走出同州城外。宇文泰在灵车后面把酒洒向大地，他悲痛地说：“尚书一生做的事，你的妻儿兄弟不知道的。” 我都知道，这世上只有你最了解我的心意，也只有我了解你的志向。我正要与你一同平定天下，你却这么快就离开我而去，这如何是好？于是便放声痛哭起来，不知不觉中，酒杯从手上滑落到地上。东魏司徒、河南大将军、大行台侯景，右脚比左脚短，所以骑马射箭对他来说并不擅长，但是他足智多谋。 高敖曹、彭乐等将领都是当时最勇猛的。侯景常常很轻视他们，对人说：“这些人就像受惊的猪一样，横冲直撞，流窜侵扰，能撞到哪里去呢？”侯景曾对丞相高欢说：“我愿意率领三万人马，横扫天下，应当渡过长江，把萧衍那老头子绑来，让他做太平寺的寺主。”高欢派他带领十万兵马，全权管理黄河以南地区，对他的依靠。 任用，就好像他是自己的半个身体一样。侯景一贯轻视高澄，他曾对司马子如说：“高王在世的时候，我不敢存有一心；如果高王去世了，我不能与那个鲜卑小子共事。”司马子如赶快捂住了侯景的嘴。到了高欢已病入膏肓的时候，高澄便假借高欢的名义写了一封书信，召侯景前来。以前，侯景曾与高欢有过约定，他对高欢说。 现在我在远处掌握着军队，人们很容易从中搞鬼。以后凡是您赐给我的书信，都请您加一个小黑点。高欢同意了侯景的要求。现在侯景拿到了高欢的书信后，信上却没有黑点，便推脱没有去。后来他又听说高欢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，就采纳了他的行昆台郎、颍川人王伟的计谋，聚集军队，巩固自己的势力。高欢问高成。 虽然是我病了，可你的脸上却有另外的忧虑，这是为什么？没等到高澄回答，高欢又说：“莫不是担心侯景要反叛？”高澄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高欢又说：“侯景专治河南已有十四年了，他一直飞扬跋扈，有夺取天下的志向。只有我能驾驭他，你很难驾驭他。现在天下还没有安定，如果我死了，你不要马上发丧。” 库迪甘这位鲜威老人，胡绿金这位赤雷老人，他们俩都是性格耿直、强劲有力的人，终不会对你负心的。可朱魂道远、刘风生他们俩远道前来投奔我，也一定没有背离我们的心意。潘香乐原来是个道人，心地和善厚道，你们兄弟几个人会得到他的帮助的。韩鬼有点耿直于鲁，你们应宽容待他。彭乐的内心很难推测。 应该提防他。所有人中，能够与侯景对抗的只有慕容少宗一人。我故意不让他得到富贵，就是要把他留下给你。高欢接着又说：“段孝先这个人忠实、正直、坦白、仁慈、厚道，既有勇又有谋。在所有内外亲属中，只有这个人，军机大事要和他一起商量。”高欢又说道：“邙山战役时，我没有采纳陈元康的忠告。” 给你留下了隐患，我死不瞑目。潘香乐是广宁人。